家好。好 ，Hello 嘞。Hello。哎，欢迎大家来到越南生活，到哪里吧？欢迎大家到了越南生活。越南生活。啊，越南幸福。嗯，我们现在去买米卢蛋挞蒸粥。啊，是的，它好啊，它好好吃的。啊，很好吃。啊，我妈叫这个的。啊，我们买这个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。嗯，我们买米卢蛋挞，亲，亲，好，现在拍摄米卢。哦，冰哥，好，你来，来吧，来吧。哇哇这套菜是越南传出来的OK 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址是，啊，这里，是四七八万五海南文本山。Bingo！一份在35000，10块钱，才10块钱的哇，很便宜了。哎，呜呼呼，来啊！哎，放感恩。哎，大哥们，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已经买回来了。在这个杯子里面有这个是巧克力，有吸管，这是蛋挞，这是拿这个啥，这个是珍珠饼，然后这个是干椰子肉，然后下面是米卢，它打碎了，这里面没有用化学成分，都是纯米卢和肉，椰子肉晒干的，然后蛋挞很好吃，这道菜是越南发明的。Bingo！ 我发现了，这菜是干鸭肉卖的，干鸭肉就是木头房，很好吃。